认真看书，别看我。我是在看外面，天气好。没色无人，没色无声。原来网上说的是真的，遇上真正喜欢的人，他的存在就够俗了。在图书馆学习呢。你可真是艺术生里的学霸，天天泡图书馆。图书馆接电话不太好，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啊。你拜拜。等等。你又有什么事儿？我现在已经结束集训了，明天啊就要去外地打比赛了。其实我心里挺紧张的，我也没有什么想要说的，就是想听你说几句话。听了你说话，我心里才踏实。你可别笑话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啊，就会心慌。宋思义，那先这样，我先挂了，有事回头说。图书馆真的不让接电话。好的，我也充满电了，拜拜，我会加油的。这个角度看直播可真正。比赛开始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冲吧！其实也没什么好看。你这也太幼稚了吧！不准你目不转睛看着别的男人。这可是体育竞技。你只看了一个人，我很不开心。你只是个实习的，在无理取闹，想下岗。我在岗一天，你就只能看着我一个人。Thank you.
好看。Qin Shen打球枪没放了。宋思义刚赛艇比赛回来，也那么猛，这俩人也太凶了吧！一个上午，我球都没摸到过。你不懂，这是关乎男人尊严的较量。来，大家来一下，给你们说点事儿。来，大家来一下。谢谢。咱们学校篮球队要参加宣州大学生联赛，需要拉拉队。现在拉拉队队员少一个，你们有推荐的吗？每个学期都有学分加的。不用推荐。原钱。那可以啊。你也推荐啊？凌威啊，也挺合适。原钱不来。原钱可以啊。而且他要来的话，我就能经常见到他了。他来我也来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跟他关系更亲密，我们可是青梅竹马。而且你是他的谁啊？凭什么替他做决定？我是他同学。同学怎么了？能和我比吗？要不然你先打电话问一下。行。袁姐，你要不要参加校篮球队的啦啦队啊？每学期都可以加学分的，而且你要来的话，我就能经常见到你。当然，他们一提我就推荐你了。就要转系考试了，不影响啊，我可以一起努力。你升哪系？不是啊，是月底，而且适量运动没关系的。不准。为什么？不准就是不准。宋思义，喂，袁姐，你决定好了没有？我就不去了，最近系里啊有点忙。哎，怎么挂我电话？不开心？没有没有，他不挂我也会挂。你们。我们俩一起去教室。你为什么不参加？我觉得机会很好啊，还能看我们打球。他没时间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他同学。你同学哪这么多事儿？我们的同学情谊比较深厚。你赶紧走吧，我还话跟袁倩说呢。不。不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你们俩继续聊。
秦深小同学，你好啊。坐好。都是我的错，你想骂，你就骂我吧。你看啊，大家本来都不知道，我怕吓着别人。这个是学校负责打扫包干区的同学，每天地下工作，真是辛苦你。走了。还好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待会儿还有一道，全用了。永远都是啊，大家都在忙，也没有很累。但是之前唐老师说的那个，讨厌，推荐我进学生会，结果一天天的就是打扫。小薇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见我说话啊？听见了。